今天是练车日记，所以我们今天要骑去哪里啊？今天我们先骑到冷水坑，然后再加马中午装备到巴塔，再上壮蛋，就是要挑战我上次未完成的路线，因为我们上次只到冷水坑嘛，然后希望今天可以挑战，看能不能到驻航站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热身阶段，那我们等一下有要怎么骑吗？因为下礼拜就是无影杯了嘛，所以在这两周可能就是做个80-90%的课表，直接到冷水坑，有点硬哎。好啦，反正等一下就是跟着教练，应该是讲不出话了。我们等一下到冷水坑再跟大家分享心得。教练，光是这热身段就已经这么喘，好像有点太快哦。300，目标是90哇，现在都220。好了，准备进路，那是平津路啊。平津街，准备进入练习赛道，出发。我记得那天教练是跟我说，我们的强度要踩90%，但是在这当下，其实我的表显示的都是120%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是要让我们平均功率可以达到90%，所以前面要先快一点，因为后面有下坡。但这个时候的我，真的已经快爆了。我记得骑到这边，真的已经是快临界爆掉的状态。现在的教练已经完全只看到车尾灯一小点身影，我真的超级想放弃折返回家，但心想冷水坑也只剩一段了，如果跟不上，我看我的健大无领杯应该也完蛋了。最后200。Hello， 我是阿甘。经历过魔王坡的消耗之后，这已经是被泽瑞第二次追到了。看到他到最后200公尺还有余力的情况下，我决定让他拿下今天的登山点。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我要冲出去的话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瓦数真的是持续在上升，我的腿也已经临界快爆掉的状态。但我一直想着只剩最后200公尺了，不撑一下真的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一直假装在擦汗，其实是在偷偷观察教练离我的位置到底还有多远。因为真的很担心放弃之后前面的攻击就白费了，这个腿酸都没用，所以只能继续坚持下去了。吐啊！泽瑞每次固定演戏吗？不是，我刚突然吃那个早上的早餐，就一个味道这样串出来，差点喷吐。刚强度太强了啦，我刚到最后还想象自己是那种就是。以前比赛选手时期，然后开了手这样，全车这样甩，我觉得你在我后面把我们拍到，我车就是不知道在晃什么。所以我到终点的时候讲说，干不行，阿甘还在跟，阿甘还在跟，我都不敢看他这样。没有，完全没有在跟你。我知道，我一到之后我往后看，干人呢，爽啦。然后我就这样慢慢这样滑过来。我本来想要冷水坑，你应该休息摆烂一下，结果你就直上中湖了，我也是有点吓到。没有，我要休息啊，但停不下来。我那时候就是一停下来就会就是卡脱不掉那种，就像江一文这样。然后就又太快停不下来，原来如此啊！不是啊，一次拖卡要上来中湖站备道拖卡，了解了。这边是中湖站备道，这边就是往中湖站备道的路上。好啊，我们先去中湖站备道拍照一下，出发了啦。他拖太久了。
是前面那个直线吗？没错，那就是中湖备战道。战备道。哦，中湖战备道。天哪、啊，看起来很陡哎、欸。不会啊，一下子。啊，我们不是要这边拍照吗？可恶，好像被骗的感觉。你看，很陡哎、欸。拍完，出发，继续往前。大屯山驻航站 ，Go Go。往大屯山驻航站前进。这段有几公里啊？分别大概都是2点多公里，所以总共4公里多，差不多。好吧，出发。我们现在在二职坪，然后这边上去就是往大屯山驻航站的最后一段这个地方进去。记得这一段真的是超陡的，完全就是，我记得机车那时候都要吹到底才上得去，才30-40都很困难。对啊，那等一下怎么骑啊？这个坡有10几趴吧，超可怕。希望就是可以慢慢聊天上去啊。最后一段吧，啊，还有办法聊天哦。反正就是最后一段了，刚已经吃完胶了，到上面之后拍个照就可以吃早餐了。那边是往前了，这个是爬山的，跟你无关。你至少要骑2.4吧？2.4，然后全部10趴，就长这样子。我操，没办法录了。好了，走外圈。车子现在没办法通，所以不会有汇钱。出发，希望到山你还讲得出话。应该快到了吧？这一趟已经骑了10分钟，平均功率都205了，已经是我的118吧，好喘，快到了，加油！总算快到了！天哪，这段真的有够可怕。我的第一次那个驻航站初体验，好恐怖哦！比刚前面那个30分钟冷水坑还陡，瓦数也还高，太累了这一段。这一段的距离时间是16分钟，大概2点多公里，平均瓦数196，刷新了刚刚冷水坑那一段警察局要冷水坑193的数据。到了到了到了，等教练阿甘到来。教练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不是说轻松骑吗？不是，我刚刚就轻松骑，然后因为我轻松骑到100趴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车齿比我不知道为什么已经。虽然好像蛮轻的，但是我只要就是一停下来，我脚就会爆掉，就是我没办法踩很重很慢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踏平比较慢，我腿会快爆，所以我就一直踩着比较轻快的啊，我已经最轻了、啊，然后又有一个人就是开始刷卡我们，然后我就想说看想办法跟着他的屁股，就跟不到，他太强了，所以说在这种陡坡上的超级压缩盘也是蛮有用的吧？我觉得有效哎、欸。它的绵密性真的是，因为你的是尺就差很多，你的是一般大盘，看来那个五岭获胜的关键可能就是差在这个压缩盘了。好了，驻航站驻体验成功，可以吃早餐了。全台北市尽收眼底都在我之下，我记得我大一来的时候，大家就是说这边可以看到全台北市，但是其实今天能见度蛮差的，感觉空气不太好。好了，今天影片结束了，主要就是来体验一下。我的大屯山初体验，最重要的是9月5号五岭杯，好不好？初体验大屯山，好好，驻航站，好驻航站，对吧？第一次骑嘛，好啦，下次影片见哦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记得喜欢片有没有？喜欢可以丢我。
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来哦！大家好，我是阿甘，你今天运动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哲远，你今天运动了吗？对，一轮有看到吗？全部都是你的粉丝哦，他们都有看一轮日常。